行了。舒服吗？哎，不行，腰疼，睡不惯你家的软床。还挑着床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给我起来。啊！哎呀，是不是一会儿还得见妈妈？你还知道呢？你看看现在都啥时候了？不是，对，那咋整？咋整？他们现在都走了。走了。妈妈，看我这脸，肯定不能同意吧？啥意思啊？这边要是没啥事，我就先去了。真的？我说我爸妈同。那俩人好，那谁说不是呢？怎么不能同意呢？你家对这事儿都这么草率吗？哎，我本来呢就寻思找人演个戏，然后糊弄一下他俩，然后咱俩，然后过段时间说咱俩感情不和，完再离，对吧？那你说咋都能同意呢？也有可能。你得停，想明白，你自己慢慢给他想。没啥事，我回天津。你上哪儿去？回屋睡觉啊。这是我的房间，你要睡睡沙发。不是，咱俩领证了。那也不行。我合理合法，我怎么不行？你这是属于违背妇女意愿，就是不行。是哎。着急面试队，没想到居然发生了意外。哎呦我啥呀？哎呀，美女啊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我真赶时间，再耽误赔罪了，好吧，我走了。哎，美女，相信一见钟情吗？行。习惯了，我是来面试的。哎，有。哎，好嘞。这公司的小姐姐都这么好看吗？高冷吗？高冷还是吗？哎，美女，相信一见钟情。是你啊？美女，咱俩认识吗？啊？干呀？我不让人啊。你面试没通过，拿着钱走人家。咱俩是有什么误会？早上撞的人你忘了吗？我们不要那种没有公德心的人。想起来了，早上那事儿，我确实是，就是抱歉啊。不用道歉了，现在你。妈，你完了。你想干嘛呀？我媳妇跟我说了，我今天必须来这上班。你媳妇今天工作是老板，你今天也得走。没有用，走不了一点，你这属于公报私仇。老板，姐儿，这都是你呀。行啊，挺好啊。这以后我不老板爷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以后盖公司不能说和咱有关系，知道不？我辞干上岗没有干吗？就是不能说。嘿嘿，急了急。一会儿可以安排上，天天就在这老老实实上班，听见了没？我要啥岗位啊？我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呀。这是在公司，在这儿。员工，明白不？哎呀，我懂。懒得理你，你帮我处理得了。不行啊，撤个人的活我干不了。什么？刚才那出去那干啥的？就天天巡视手底下那帮人呗。行，你也给我整一点啊，也比他得牛逼，是不是？那行啊。他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！啊，医疗结合，收到。鸡巴闹的！哎，大爷，将军，抱歉啊，又赢了。
你小子棋艺可以啊，过奖过奖，再来一盘。不能不能，人生总是第一天，下棋不做啥。好好好，好行，那我上班了。你大花咋了？你小子最近犯桃花，平时说话你得多注意点啊。好嘞，小子记住了，大家再见啊。去吧去吧。老板好。那你看啥事儿给我研究研究，送这点信呢？那我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得嘞。说这么快升职，影响这不好吗？你叫过来干啥呀？小个嘚儿。当我跑腿啊，去不了。你四拿也没用，去不了一点。老板咱俩说话你咋事儿？有明白人儿，看见没？多少？500。三百。走啊，愣干啥呢？媳妇儿，这公司你的。以后你当我助理得了，天天我去哪儿去哪儿。不行啊，伺候人的活我干不了。我下午有个会，然后你陪小杨下午去走一趟，然后帮我去送个东西。当我跑腿呢啊，去不了。帮我去一趟，然后有偿。多少？200。500。300，不去拉倒。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谁？不是，你不看过我简历吗？问你话呢。我以后在公司不能说说咱俩的关系，知道不？其实是他远房表哥，知道不？没能力走后门的亲戚呗。不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那不还是一样吗？不是，你见过干安保的亲戚吗？以后我们少给老板找麻烦。不是，等会儿来来。你干嘛呀？知道害怕了啊？刚才那牛逼劲儿呢？你别碰我啊！以后别对我横眉冷眼，听着没？要不我小心我给你。干嘛呢？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完了，我的。上马。将，2-0。大爷，我又赢了。再来一盘，再来一盘。不是，大爷，等会儿啊，问你个事儿呗。这是跟大爷客气啥呀？说吧。你不是啥公司幕后那大老板，搁这退隐江湖的吧？哪有那？我看那小说都真写的。那扯淡呢？不是，真不是啊。下棋下棋。来趟老板工作室。行，大爷，我先去忙去了。完了，那盘等我回来再下啊。去吧去吧。媳妇叫我啥事啊？以后你离公司的女同事都远点，听见了没？天地良心啊！我现在是有负责。我眼里只有你。你少贫。媳妇儿，你不是吃醋了吗？谁是你媳妇儿啊？这是公司。好的，媳妇儿。我说了，你不许这么叫我。我记住了，媳妇儿。出去。遵命，媳妇儿。媳妇儿再见。老板，你过来。啥事儿啊？你自己看。你拍我照片干啥呀？你暗恋我呀？这不是你自己拍的吗？你自己拍个背影，我看看。怎的呀？不是我拍的，你挺失望的。现在公司都传我俩处对象，你想个办法解决。啥还说说去呗，又不是真的。那不行，不能让他们这么说。我有啥招啊？谁挡他们脸？我不管，你要是不把他们解决了，我就天天想办法折磨你。那不会了。那个同志们，我是王有才啊，我跟大家声明一下，我跟小杨没处对象啊，只是他单方面追求我，跟我没同意啊。我操，给他忘了。